年初三赤口传统上不宜拜年，不过阿姐汪明荃不嬲都好客，邀请咗好多朋友去佢位于西贡超过2000尺嘅豪宅度拜年。阿姐仲用多角度拍摄客厅嘅全貌，大厅超阔落，放咗两款唔同嘅梳化，除咗灰色 L 型梳化之外，仲有白色衬浅木色设计嘅中式凳。厅度挂咗水晶灯，摆放咗唔少收藏品，例如系木雕、挂画、花樽、奖状等等。大门入口嘅玄关位仲放咗一棵巨型嘅桃花，成为咗今年大家去佢屋企拜年嘅打卡热点啊！